沈清源，你还好吗？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？我说什么了吗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很冷啊？这样的感觉，如果开口的话，心脏就会从喉咙里蹦出来；如果不开口的话，心脏就会在胸腔里炸裂掉吧。沈清源，也不会哭了吧？当然没有。反正这么黑，我也看不到。没有。你最好希望停电时间久一点，这样我就看不到冰山融化的样子。说了没有就没有，我不信。不信你摸摸。你看，没哭吧？你脸好疼啊。现在这样你还怕？原来亲密接触是这种感觉。这种感觉好奇怪哦。